放弃你，放弃爱情，放弃了所有权利。哎，这个也不错哎。带你带带，我先审核一下。他放什么？好小字哦。哎，我想先讲排行榜。行，先排排听文件。好，结束，我们有题材了。富人殿堂不要，核弹乐园里面有什么？商城啊。哎，那它其实蛮简略的。我们现在是新手吗？什么是十万到无限？十万金币以上才可以进去是吧？这样好，这样讲好了，就是你们遇到的对手会不一样啊，队友啦，就是你们如果去十万的话，你遇到队友就比较有钱点，他可能就他可能也是十万这样子，应该是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游戏只能用右手玩欸，我左手都不能点，你知道？欸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昨天左手不能动啊，嘿嘿，我昨天真的左手不能动欸，弹头瞎毁啊！靠背，我左手又不能动了，谁破产了？这样干啊！真的假啊？这破上港下出来哦！啊你啊喂！哎呀，我们破产的时候怎么办？哎、欸，不过这些很好赚的、欸，你们看我一万三嘛，我们现在一三，看可以抓一四，目标一四好了，目标一四，一四我才要结束啊，我一四要结束。这样我们下一集就可以去第二阶段了，耶耶耶！不行，我建议目标一四，哎，很像没办法，一四太难了，一五了，一五了。